吉安乡立图书馆再添新书，县议员迪布斯依赖多年来持续支持之下，吉安乡立图书馆是再添购了320册的多元丛书，希望能够增广乡亲的阅读领域，也欢迎民众常来图书馆阅读，增添文化内涵。吉安乡阅读力经常获得表扬，民众使用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加。这几年来，在吉安乡公所的努力，还有县议员迪布斯依赖支持下，每年都有新的书籍入馆，要让民众有更宽广的阅读领域。吉安是阅读全国的第一名的城乡，针对于知性的来源、绘本故事、亲子的乐活，这是一个象征城市质感，还有人民追求知识来源很重要的地方。谢谢迪布斯依赖议员挹注320本的资源，到位的让我们选购新书，从0岁到100岁，我们都有新书可以来作为一个订阅。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的新书也贴上了我们的编号，欢迎未来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吉安的图书馆来乐活阅读，在吉安。今年吉安乡立图书馆再添购了320册多元丛书，安排举办新书发表，还有故事妈妈说故事的活动。家长们很感谢图书馆常态性举办亲子共读，陪伴无数孩子们童年成长，也透过阅读汲取丰富的知识，再再充盈了吉安乡，成为共邻阅读的幸福乡城。谢吕慧，吉安乡报道。